看看新闻网。那天在香港国际机场 TVB 新剧《冲上云霄二》的剧组成员则齐齐出发前往海南拍摄外景，当天胡杏儿、吴卓羲、江美仪等剧中主要演员都一一亮相。虽然男女主角胡杏儿与吴卓羲最近都经历了感情风波，但当天从两人轻松的状态来看，忙碌的工作正是治疗情伤的最好良药。唔需要讲呢啲嘢噶啦，我哋吓，除非自己想讲啦，如果唔系，我哋都唔会问嘅。